买的吗？还是他自己做的？自己做的。先拍这个。哇，好棒耶！先拍这个好了，先拍这个。他要写什么卡片？给我看一下。姐姐辛苦了，我爱你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看一下。哎呀。给我们看一下。我手先洗手，我刚去上过厕所。有注音吗？有啊。哇，他有注音看的。是你是哪里辛苦了？是哪里辛苦了？打你辛苦了，照顾你，打你辛苦，抢你的礼物，抢你的玩具，辛苦了哈。跟你吵架辛苦。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它不折纸，它蛮重。你不是说你要这个吗？可是你要白熊，我要白熊啊。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个娃娃。那他是哪位？放学放。他等下，他大名鼎鼎呢。他是什么位？他是哪位？角落生物。角落生物。恐龙。蜥蜴。好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没有了，就一个。明天，明天换爸爸生日，我们也要准备礼物给他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我们来做这个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，如果你有这个贴，这个纽扣后面有粘胶，然后它这边有。说这边要贴纽扣，就把它贴上去。啊，好，来，拜拜。可是那个是那个感觉，不是小学四年级在玩的游戏。没关系的。你要贴，好，那我贴绿色的。怎么玩？怎么玩？这样子。嗯，这上面有贴扣，所以会。然后把它这样子。啊。哇，这个。考验小学四年级的智商哎。嗯，我这边还有两个，我这边也有两个。你要今天把绿色贴完了，这是考验我智商还是在？他们，他们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？他们就。你看，妹妹对你的生日礼物还蛮用心的耶。我的龙龙再见。你不有白熊，不是就有带来吗？啊？我白熊带来了，正在楼上。快要完成了吗？还有几颗？差不多四颗吧。对，来一颗。骂你女儿嘞？对啊，你什么态度啊？烧自己手？是事实。欠揍是不是？现在是欠揍的讯号。小朋友，你们两个注意一下。零可能要等十年后才能用。来了，先把这两个切掉啊！爸爸会再切一刀吗？不行，我上次也让你切，那是你。好了，给妹妹切一刀嘛。第四集，你那边没切到底哦。嗯。啊！慌了。